新闻一开始来看宗教活动消息，已经有200多年历史的南庙宫今年二马五本港进行活动，原本预定要伫咧3月下旬举行，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活动是延到8月7号要来展开3天两暝吊唁活动。3号早起时，嘛来进行祭天大甲徛头祭的仪式。天神向天上圣庙上香参拜，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影响，来延期的南庙宫今主年二马五本港进香行程，将要伫8月7号这个礼拜五登场，为期3天两暝的本港进香。庙方人员遵照古礼，举行祭天台甲徛头祭的仪式。今年疫情的影响，为了延后，有3天的进香，由游览车到当地再进行步行，去到达笨港那个北港朝天宫，再去笨港回来，今年是比较特别，所以今年大家也非常期待，虽然延后的，但是大家非常期待南瑶宫每一年非常隆重的进香的出巡，非常感谢大家配合。南瑶宫管理人中华市长林世贤表示，今年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本港进香行程有待延误，这次进香也特别请示妈祖婆，请出有60多年历史的圣将军灵符来低温解煞。今年非常特别，咱这个圣将军的灵符啊，圣将军的灵符已经60年无提出来用啊，因为这对着低温解煞非常有效的，所以咱这边只要沿路沿途有拜香案的尤其是咱彰化市民咱倒转来回銮一江，那伫市区内面拜香案的，咱拢会来这，甲大家这这个。林世贤强调，庙方请示妈祖请出的圣将军灵符，本港进香回銮的时阵，妈祖銮驾伫彰化市区祭安了境的时阵，会来发放圣将军灵符，予信众保平安。大中华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